哥。王旭大哥，好久不见，大哥雄风犹在啊。但见到大哥现在别来无恙，我又想起我们当初在西塔吃冷面喝老雪花的情景，真的很开心。这是段誉。对啊，对，那我给大家来一个经典黄蓉版哦。那靖哥哥，我们还去什么华山论剑呢？直接去新孝陵好不好？我听说我爹还有七公还有老顽童都去了，走吧。谢谢大家。那接下来再来一个《红楼梦》林黛玉。笑一笑，十年少，自从看了新孝陵，我以后呀，再也哭不出来了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辽宁卫视《新孝陵》节目。新孝陵节目精彩纷呈，不输春晚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千万不要换台，我不是董卿。哇，谢谢。像哦，他的这个模仿力真的是太强了，真的是很经典的一些东西都掌握得非常的好。我们团队有很多这样的小伙伴们，那我们的小段也是声音特别有辨识度，也特别的有感受一下。小段，大哥你长得真帅，大哥你长得真帅。大哥，我不光会拍电影，其实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主持人，只要你让我当了主持人，等我拍电影以后一定请你给我跑龙套，一定请你给我跑龙套。啊，一定给你跑龙套。你长得也挺像的，不太声音像。你们有没有就是自己统计过你们每个人大